家好，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哮喘嘅资讯，并且同大家了解2019年由全球哮喘防治创意发出嘅最新药物指引。想知道详情嘅话，就要继续睇落去啦。咁，依家不如就由我同大家介绍一下乜嘢系哮喘啦。哮喘系世界上最常见嘅慢性病之一，全球一共大约有3亿个患者。根据统计，在香港患有哮喘的人数超过33万人咁多噶。而哮喘其实是过敏性支气管长期发炎，病征包括持续或反复咳嗽、气喘、呼吸困难、呼吸时发出喧喧声、胸口氧压迫感等。它不是一种传染病，但是有数据显示这个病和遗传和环境有关联。虽然哮喘病的成因未明，但是哮喘病人大多数都有湿疹或者过敏症。当患者接触到哮喘诱因，即是一些会诱发哮喘的致敏源，那时患者的支气管就有可能因为发炎加剧而变得肿胀、狭窄、积聚痰液和分泌物，从而令到患者呼吸困难，严重者更加有机会因为窒息而死亡。冇错啊，所以患者一定要小心留意，并且避开啲哮喘诱因，例如动物嘅分泌物、尘埃螨嘅分泌物、蟑螂排泄物同埋蚕屑、花粉、霉菌、二手烟、杀虫水或者油漆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气温或者湿度突然转变、剧烈运动。甚至当患者情绪不稳定，例如过度兴奋、紧张或者发脾气，都有机会诱发哮喘病的。那哮喘要怎样治疗啊？问得好，虽然至今仍然未有能够完全根治哮喘的药物，但是患者只要按时使用医生处方的药物和加以适当的护理，大部分都能够将病情控制住。嚟紧就等我介绍一下有啲咩哮喘药物啦。哮喘药物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系短效气管舒张剂，即系即时舒缓药物。呢一类药物系急救药物，喺哮喘发作嘅时候使用，能够迅速扩张支气管，舒缓气喘同埋胸口压迫嘅情况，令呼吸回复畅顺。这一类药物好像我咁，通常都是蓝色的。虽然这些药物有即时的功效，但它们没有抗炎的作用，所以只是应该在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医生建议的时候先使用它们。另一种就是长期预防药物，例如吸入式类固醇和含有吸入式类固醇和长效气管舒张剂的混合药物。吸入式类固醇就好像我咁是啡色的，而混合药物就是红色或者紫色的。这类抗炎药物就是减低过敏性发炎的药物，用于长期控制哮喘病情。由于它们没有即时的止喘功效，所以并不是给病人在紧急时候使用的。就是因为这些药物需要一定时间发挥作用，很多患者都觉得这些长期药物好像没什么用感，这样就大错特错了。不如我哋一齐睇下全球哮喘防治创意点样讲啦。全球哮喘防治创意系一班由全球医疗专业人员同埋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嘅组织，佢哋嘅目标系减低哮喘病发嘅机会同死亡率，并且提高患者嘅生活质素。佢哋平时会做好多研究，去睇下可以点样帮助哮喘病患者。就喺2019年。全球哮喘防治创意发布了一个新的指引，是有关使用哮喘药物的。是什么啊？是什么啊？不用心急，等我慢慢告诉你知啦。全球哮喘防治创意发现，只是使用蓝色的短效支气管舒张剂是不够的。虽然它们可以即时舒缓病情，但是并不足以保护哮喘病患者，而且频繁单单使用这一类药物更加会增加哮喘病发作的风险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啊？在新的指引下，我们应该使用两种药物相辅相成，因为他们发现定期使用吸入式类固醇和吸入式气管舒张剂是可以显著降低哮喘病恶化的风险，还可以避免哮喘病发作。
而他们为了方便患者，药厂已经研制出包含类固醇吸入剂和长效支气管舒张剂的吸入器，这些吸入器被称为混合型药物，真是很方便的。是的，不过大家要记住，如果医生同时处方要用两种药物，那首先就应该吸入短效的支气管舒张剂，令到气管充分扩张之后，先至吸入吸入式类固醇，那就会吸收得更加好的了。咦，但是这些舒张剂是怎么用的？问得好，等我教下大家怎么用这些吸入式的药物啦。首先打开药盖，将吸入器上下摇动几次，向外慢慢呼气，跟住用口含住吸嘴，按药桶的同时用口深深吸气，忍住呼吸数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再正常呼吸，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口吸药。假如需要使用多过一次，就要隔半分钟，然后重复上述的步骤。每一次用完药之后，都用纸巾清洁吸嘴，并冚翻药盖。如果小朋友或者老人家觉得上面的方法好难，等我教埋大家点样用储雾器使用呢啲药物啦。首先打开药盖，将吸入器上下摇动几次，然后将吸入器插入储雾器内，挺直个身体咁坐，再按出药物在储雾器入边，再将储雾器的吸嘴放在口入边呼吸十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直至将药全部吸入，咁样就完成第一口吸药啦。如果需要使用多于一次，要隔半分钟再按出药物，然后重复以上的步骤，那就可以完成第二口吸药。每次用药之后，要用纸巾清洁储雾器吸嘴，然后吸回吸入器的药盖。我明白了，那除了靠药物，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家居和工作环境，我们可以怎样预防哮喘发作呢？你问得好好，要预防哮喘发作，远离致敏源是很重要的。戒烟和避免吸入二手烟，不要饲养动物，不要在屋里面放有强烈气味的物品，保持室内干爽，注射流感疫苗提防感冒病人传染等，都可以减低哮喘发作的机会的。另外，我们都要记得减少家居尘埃螨，例如多些用湿布或者地拖打扫，不要玩毛公仔，不要铺地毡，勤换并且用热水清洗床铺，用方便清洗的百叶帘代替窗帘，同埋使用容易清洁的家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预防哮喘发作，真是有很多不同的办法的。哇，原来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多位可以做到预防，我都要多些提下身边的患者，留意生活上的细节，去减低他们哮喘发作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与哮喘病人同行啊？十万个愿意啊，多谢你肯给我作为你的副手一起出战，我们两个拍住上实没问题的。所有人都要记得，未来的路上有我们两个同大家一起奋斗啊。蓝色啡色一起用，或者用红色或者用紫色，这样就不会认错我们啦。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除了向医生查询之外，亦都可以上哮喘会的网址浏览更多资讯。网址是 www.hkasthma.org.hk